都说养狗千日，用狗一时，特别是养二哈的，不让他拉车真的太可惜了。毕竟祖宗是拉雪橇的，对于拉车干活还是有点天赋的。而且他们还很乐意干活，这样既能消磨心力，还能防止他拆家。拉点柴对于他来说太简单了，拉个人看看吧，还是很轻松的感觉。就是在导航不太行，这次要把我往沟里带呀。回去的路上导航又失灵了，直接把车轱辘给干掉了。炸！想问一下大家，这导航能不能升级升级？